欢迎莅临香港公开大学第十二届荣誉大学院士颁授的典礼。今年校董会呢提名三位杰出人士接受这个荣誉大学院士荣衔，他们分别是欧阳克刚先生、王应士先生及杨宇文教授。欧阳克刚先生是一位教育家，亦都是一位行政管理和编辑的专才，现任陕西省行政学院的党委书记及常务副院长。在他的领导之下，该地的学院成为公开大学在内地开办商业课程的合作伙伴。王应士先生对于捍卫香港新闻自由及不偏不倚的新闻报道方针从不让退，就任本校校董的期间，对公开大学给予宝贵的指导和协助。杨宇曼教授是知名的学者，经验丰富的大学行政人员，卓越的国际发展顾问，对本校建立学术水平质素保证机制是贡献的良多。